电视剧《陆镇之王》正在火热热映中，其中的牛努力已经在部队待了10年，成为了一个兵王，但却一直因为文化水平不够没能提干成功。但是即便如此，牛努力也依旧不愿意复员回家，因为对牛努力来说，部队就是他的一切。但牛努力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所以他的父亲给了儿子10几年的军旅生涯。如今父亲慢慢的老去，所以也希望儿子可以回家的。于是牛努力的父亲也来部队找他，希望他能够复员回家，在自己有生之前的日子里赶紧传宗接代。牛努力一边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但是却又不想离开部队，再加上这个时候叶小军也来到了部队，牛努力就更加不想离开。牛努力的爸爸生气，在老兵退伍的时候故意给儿子打电话，甚至不惜用自己得了肺癌的谎话想骗儿子回家。但是牛努力的表弟这个时候出现，打破了牛努力父亲的谎言。牛努力虽然很生气，但是内心松了一口气，在得知父亲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不会复员了。其实站在牛努力爸爸这个角度，对父亲也是很人心疼的，对一个儿子一年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而自己的年纪也是越来越大。而且其实牛努力的父亲之前跟牛努力说自己得了肺癌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假的，而是真的，他就希望儿子能够回来，却又不敢直接说，儿子当成谎言他也没有辩解。最后牛努力爸爸生病去世，牛努力得知真相崩溃大哭，就在发